Sky， 今天邀请到台湾第一位 IFBB 职业健体选手，让我们欢迎大 H 陈建新。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健美以及健体赛事，拿下非常多优异的成绩，并在2018奥林匹亚亚洲业余赛男子健体174公分拿下第一名，而后正式转为职业选手，可以说是为 posing 而生的男人。posing 已经成为大 H 生活的一部分，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都离不开 posing。等红绿灯 posing， 太阳太大 posing， 过马路 posing， 甚至连看手表的时候不会这样啊，不会这样，不会哦。该不会你就这样吧？啊，不会，怎么会这样？过马路长辈，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，真的不会？不是嘛？你练那么宽，辛辛苦苦的，你平常日常生活不会想展现一下吗？会吧？想请你用三句话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IFBB Pro。IFBB Pro， 那我们把它拆开来看，那 IFBB 就是现在健美比赛，它是一个最大的组织，它所举办的比赛也是现在最多的。Pro 的意思就是职业选手 ，IFBB Pro 加在一起，它就是这个联盟里面的职业选手。好，那想请问健心，健美跟健体它们的区别在哪里？健美跟健体最大的差异是，健美比赛它穿的是健美裤，也是我们所谓的三角裤。那健体比赛它穿的是冲浪裤。也是我们讲平口裤、短裤，这会是他们最大的区别。再来就是他们比赛的动作也不一样，像盖伊刚刚做的侧面胸大肌的动作，对，我做的非常好。他哦，真的吗？胸够大，二头够大就会很好。对，像这都是健美式的动作，那健体就不太一样，它就只有比较看起来会是自然一点点，手自然下摆，用力的方式也都会有一些不同，肉量上的差异。嗯哼，像健美比赛，它需要肌肉量就需要更高。通常如果你已经到了职业选手阶段的话，它那种肌肉量，简单讲是你在自然的训练下是没有办法达成。嗯哼，我还蛮喜欢健体的体态，就是健体的 pose。因为像传统健美，大家可能会觉得，都是在挤肩、挤肩干嘛？然后吐。对，然后健体就很流畅，很流畅，就这样。对，因为健体它就是要让人家看起来是自然的、是轻松的。嗯嗯。但其实是很累的，所以等我们练习你就可以感觉一下，你看起来又很轻松，但你做起来是不是一点都不轻松？健体就不看腿。对的，像刚刚前面讲的，像健美会穿三角裤嘛，基本上大腿。全部都会露出来，但是健体比赛，他的大腿是完全遮起来的。以评分来讲，他完全不会看大腿。但是有些人会觉得，他如果有训练他的腿部，他穿起冲浪裤来看，会比较漂亮，会比较沉。对，但是我也看过非常厉害的职业选手，他们是没有练腿的，上半身非常大，但是倒三角就叫很细这样。对，但是他名次还是没很好。好了，刚刚健心也跟我们讲解了就是健美跟健体的差别。那想请问一下健心，健体它的评分标准在哪？我们会分先天上跟后天上，那我们讲先天上就会是骨架的问题，跟你的肌肉的对称性，那后天就是你锻炼的肌肉量跟你的体脂肪率的控制，还有水分的控制，让你在台上呈现的样子会不一样。我觉得健体比赛它的评分标准，因为它的肌肉量门槛没有这么高，那它的体脂肪也不用像健美这样这么低，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会是舞台展现。所以说你并不是说你越壮，或者说你体脂越低，你就可以得到好拿到好名次，反而是你的整体展现，包括你的舞台魅力，还有你的 posing， 都会是在评分标准内。那接着下来这个问题呢，我相信也是很多观众跟我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职业选手你们在日常饮食跟备赛期的饮食有什么差别？备赛期跟非赛季我们的饮食差异，我个人是非常大，因为在赛季的时候我的饮食是非常计较的。也就是我所有进到我肚子里的食物，我都会上磅秤，那需要斤斤计较，算出你一天需要摄取的热量，包括营养素，对，这些都是需要去精算的。但是在非赛季，我就会比较放纵一点。原则上，蛋白质有吃足量是我的首要目标，蛋白质，然后尽量吃食物的原型，不要吃太多精致的淀粉。那剩下的碳水跟脂肪，我都没有去计算。那我会去观察我的体重，我只希望我的体重是缓慢的成长。那在成长过程中，我也因为得到这些热量、这些能量。进而让我的训练量去成长，那我就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增肌。最大的差异，我觉得是心灵的放松，就是你在赛季的时候，你的压力会很大，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，所以你在非赛季的时候，我觉得除了让你的身体稍微休息一下之外，也要让你的心理休息一下。那你会觉得赛季的时候很边缘，就是赛季的时候朋友要聚餐啊，对，或者女朋友想吃个什么，还是你女朋友跟你一起比赛？他也跟我一起，你们两个一起边缘，对，一起边缘。但是真的会，
这就是一个两人世界嘛，对，一起边缘就不边缘。最后机会难得，我要来跟建新偷学两招 posing， 可以吗？没问题，谢谢，没问题。在开始前，我想要先看一下在被我指导前的 posing。我的 posing 吗？对，想长什么样子？让我展现给你看。像你刚刚动作这组的时候，你都会很自然的让自己全身都用力。健体比赛它其实不需要这么用力，因为你反而过度的用力会让你身体看起来更小。我三角形，我收，对，背一次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对。因为像国内比赛还是四面，它四面的规则就非常多。包括你所放的位置，跟四个人手指头安全的话都会规定。但像我们比的这种 FPV Pro 职业联盟的，它就没有分，它就是正面跟背面。今天经过了大学的调整之后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 posing 整体提升了很多呢？那如果对健体或是对 posing 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去追踪健心的 IG 或 YouTube， 那边有更多的健体 posing 还有颜值的。在我的 IG 跟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会定期的分享我健体比赛相关的资讯，或者说饮食，还有一些训练的技巧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那谢谢大家去帮我调整，谢谢盖伊。posing 姿势，这真的需要练习，好吗？真的不简单。对，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谢谢盖伊，好，健心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所以你真的不会这样看手表？不会，就这样看而已。我不会这样挡太阳。不会。